社区大学在各个社区开的课程是为了要让社区接轨，是要发展社区传承在地特色的课程。永进社区社马里的乌柳屋在恒春半岛是非常有传统艺术。今晚社区的朋友要带来创新乌柳屋的演出，让我们掌声欢迎，鼓励鼓励，谢谢。塑料工，塑料工，塑料工，塑料工。